后面如果你做错任何东西，你就会发现 bug。哦，那尽量我们写程式不要 bug，你就会写得很快乐啊。包含就是说呢，未来哈，有些叙述后面一定要有冒号，叙述的开始，比如说像那个逻辑的后面会提到 if 跟 else 后面一定会有个冒号啊。然后呢，用井字号当成注解，这个我想应该慢慢要习惯。这个井字号的开头其实就是一个注解符号啊。那当然呢，另外如果说你遇到什么，如果你希望怎么样快速注解，比如说像很多行，我假设了哈，顺便教各位一个诀窍，就是如果你今天呢需要快速注解的话，那其实特别注意哦。如果假设啊，我这几个用不到，比如说像 X 一二三这些我用不到的话，正常是应该前面加一个什么，加一个井字号。不过你会发现哦，你可能要做好几次才能够把这几行给注解。但如果你有很多行的话，比如说我希望哦这几行全部都注解的话，教各位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诀窍，你可以 Ctrl 加斜线，Ctrl 加斜线哈，就是快速的把选取范围注解。那如果你要取消这个范围的注解，很简单，再加 Ctrl 斜线就取消注解了。哎，这招非常好用哦。写 Java 也是这样用啊，哦，我之前本来想说，哎，Java 可以这样用，那在这里是不是可以？发现，哎，居然一模一样，哎，有没有？Ctrl 加斜线，这招还非常好用哦。OK 哈，哦，所以这个可能要记下来，这是小诀窍哦。可是，但你慢慢加紧之后也可以啦，可是很浪费时间。哦，OK，如果你多行注解的话，记得选取某些行，然后再做什么呢？做 Ctrl 加斜线就 OK 了。另外呢，tab 键哦，记得缩排哦。这个后面在逻辑里面，如果你没有加 tab 也不行。缩排这个一定要的，在 Python 里面这部分是必要的。然后呢，不用去宣告你的资料形态，它在 runtime 的时候，就是你 run 它的时候，它就会自动 binding 了。OK，这个概念刚刚有提过哈。那其他像拖曳次元，这上礼拜讲过了，可能比较常用的是换行。哦，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呢一个字串。换行，字串换行，那你就可以加一个什么反斜线 n。那如果你要在里面加什么双引号或单引号的话，记得要这样的哈。其他比较常用大概这一些，或者这样 tab 哦，大概其他比较少用的哈。不过如果大家知道一下就 OK 哈。所以上礼拜我们有做过拖曳字形的练习，另外其他的话还有加减乘除，我想这些没有问题。person 是求余数啊，这个也没有问题。那这边的话呢，有除除啦，这个除除是除完之后留整数部分就好了。比如说呢，你32除以5的话，那当然返还可能就可能除以5的话应该是6.4嘛。可是呢，它取整数，点四不用了。OK，除除就这个。不过这感觉好像有点什么，除完之后取整数用 INT 也可以啊，就是再把它转成 INT。但是，哎，有多一个啦，哦，啊，这个当然有时候我比较少用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有别的方法可以取代，哦，OK。那刚刚有提到这个是7的二次方，但除了用这个方法，哈，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叫 POW，哦，POW，哈，也是可以做那个就是平方啦。不过方法蛮多的，这边记得就是如果乘的话呢，就是平方，大家记一下。另外的话，关系运算子这个后面遇到会用的比较多，等于哦，OK，这跟 Java 一样哈，不等于哦，不等于哦，大于小于，大于等于，不，大于等于小于等于啊，特别注意哦，之前有同学问我说，这个等号是不是一定要摆后面？当然啊，规则就这样啊，你摆前面可不可以？当然就是不行啦，OK 啊，所以这个关系啊，相等的话一定是两个等号，左边跟右边要相等。啊，如果在VBA 里面，那就有个等号了。不过规则不一样，大家记一下哦，你不要记错就好了。那如果逻辑里面含 not 的话是相反逻辑，and 的话是左右两边逻辑要都为 true 才是 true。那 or 的话呢，是左右两边只要一个是 true，那就是 true 了。OK，应该可以懂那逻辑啦。这个我想应该一般语言都有哦。我在 Excel 里面也带有这概念，好，所以大概知道一下。另外的话，输入我们如果要输入一些资料哈，做后续的判断的话，通常会用什么？用 input。不过特别注意哦，如果在 Python 2.x，就是我们前面有讲过2点，像2.7还有3.6，
它那个 input 的方法又不一样啊，之前还有一个叫 raw input， 不过这个 raw input 在3.x的版本已经被去掉了，所以啊，以后如果你要输入一些资料的话，那就用 input 来做，哦，然后呢，就没有这个了。OK， 然后输入的话一律是字串，所以如果说你输入资料的话，它会先丢给变数里面就是字串，那如果你要做运算加减乘除的话， 那你一定要把它转型。OK， 大概会有这个问题哈、哦，所以这个可能在一些细节部分大家注意一下。那其他的话呢，还有像流程缩排一定要特别注意哦。那后面的话呢，我们就要来讲一下哈、哦，在那个其实任何语言都有流程控制啦，也不是只有 Python， if 跟 for 的 loop 里面当然还有 while 了哈、哦，不过最常用的还是 for， 所以用来用去好像 for 比较简单一些，我自己个人觉得哈。哦， 那后面的话呢，这些都是必要的。如果你这两个不熟，以后你要在 Python 里面写东西，就会是一个大问题。OK， 所以如何做逻辑判断哦？那待会的话呢，我们就要来开始撰写。那首先的话呢，第一个当然你要知道一下 if 的这个逻辑叙述该怎么写。比如说我今天呢，假如说一重逻辑的话，就 if 后面这两个不用，那一定是什么呢？你一个 if 后面一个逻辑判断。 一个冒号，这个一定要加，这个一定要加个 tab， 然后呢，把你要做什么输出到底下 ，OK， 那这个当然比较抽象了，我们举个实际的例子给各位看一下啊、哦，比如说呢，我要撰写一个什么，撰写一个逻辑判断好了哈、哦，所以请各位再按右键新增一个 module 好了啊，这个 module 名称也许就是判断if好了，假设我这个if。 哎，然后判断什么呢 ？age 年龄的部分。那比如说呢，我建立一个这个一个 module 啊，里面要做什么呢？当然哈，我们可以用两重。假设呢，我今天哦，希望做两重的判断。比如说我今天，也许哈、哦，大概 demo 一下给各位看一下。我们先不要做多重的这个逻辑，我大概就是两重逻辑好了。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？希望哈、哦，就是假如。 他是你，我希望呢，使用者也可以，哎，什么？输入一个年龄，输入完之后呢，告诉我他是成年还是未成年，大概就这样一个比较简单。那所以我的逻辑哦，就是当他输入的资料呢，假如是小于18岁的话，那就是未成年；反之就是成年哦。因为最近有一则新闻哦，一直每天一直有，因为那个人他刚好满18岁。 可是却到美国了，就有枪支，哦，OK。然后他，我看到新那个新闻，不是新闻，那一个转文说，他妈妈跟他讲说，18岁以前我不管你，18岁以后呢，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哎，真的，他刚好满18岁，真的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啊，所以捅了非常大篓子哦，到现在不知道，哦，好像连续剧一样，我要演到哪里了，啊，听说好像收出1600发子弹，哇，吓死人！ 他到底要干嘛？好，那我想到跟政治，我们重点就是判断成，所以哦，第一个呢，假如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，输出，哎，特别重要，执行好了。假如说我今天希望请输入年龄，哎，我跟他互动一下，那我这个时候假如说刚好输入17岁的话，他 enter 未成年。那如果说我今天呢再执行一次，输入18岁的话。 哦，它就会什么输成年的，也就是说呢，这个逻辑啊，特别重要。那请各位稍微了解一下，这个是两重逻辑，我想用到最多的。第一个呢，你就是在这边输入一个 age 等于什么呢？哎，这个地方请各位输入什么 input 后面加上一个叙述。那我刚刚有提到哦，如果你希望让别人从外部输入一些资料的话，你就那边打 input， 然后呢？ 里面呢加上一个字串，请输入年龄。不过我刚刚有提到一点，就是说 input 哈，在那个2.x的版本，它回来是数字，可是3.x，因为我们现在用3.x，它回来的就是一个字串。那如果说我今天呢，我把这个字串，假设我刚刚输入18，对不对？那它会帮我把什么呢？这个资料呢，转成这样的18，哎，是一个字串哦。 那这个18呢？如果你拿到这边来判断的话，哎，特别重要
这边有个比较哦，有没有小于、大于、等于等等的哦，后面是一个数字啊，你这个数字跟一个字串哦，它是无法比较的哦，除非呢你要把它怎么样转型，转成什么？转成数字之后 ，OK， 所以这边说，如果它输入18之后呢，那我们可以有一种做法，在这里输入一个 INT 牵括弧，有没有？哎，它输入完之后呢？ 我就把它转换成什么了？原来的它输入18，然后呢，本来 input 它过来是这样子 18，然后呢，我加上 int 之后呢，它就变成18了。哎，那这个 18呢，如果把它丢给 edge 的话，那 edge 里面呢就是 int 了。不然如果你没有转的话，它放进来就是一个字串。OK， 形态哦，这个蛮重要的哦。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做一个 if 逻辑判断在这里 ，if edge。 假如小于18，后面记得加一个冒号，这个冒号不加不行哦，一定要加哈。再来 enter 之后的话呢，请你在这边一定要加一个什么？加一个 tab，tab 哦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如果没有按 tab 哦，那你也不能按空，我记得好像也不能按空白键。有些同学说，老师这样空白键可不可以？哎，我是没试过啦，因为我从来我也没想过说按空白键，因为我同学看到哎这里好像有空白，就按空白。 空白到底可不可以？我也没试，哎，好，我试一下空白，哦，4个嘛，哈、哦，这样可不可以？执行18 ，Enter， 哎，好像也可以，哦 ，OK， 哦，所以这个 Tab 哦，17，哎，所以哦，按空白也可以哦，但为什么我之前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啦？其实很多同学问我的问题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说。 可不可以？因为我只会用 tab， 标准是用 tab， 不过这里看起来好像按4个空白也可以。但是问题，你按一个 tab 就好，你干嘛按4个空白？对不对？说，哎，我这样比较有感觉吧，对不对？写程式一直按一直按这样子，哦，反正没关系啊，写得出来正确就好了，哦，管你怎么写。其实我觉得写程式要一种 feel 啦，那个 feel 如果建立起来，其实你会喜欢写程式那种感觉，哦 ，OK， 也是一种挑战。 好，那请各位试一下哈，就是两重逻辑加上 input 部分加转型，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哈。OK， 那这部分的话就两重逻辑哦，它就是用 edge 哈去判断，如果小于18的话，那就是未成年。那反之呢，底下就打一个 else 冒号 ，else 冒号就是除此之外。 哦，那就是 print 出来，那就是成年，反之就成年哈、哦。啊，但底下如果说我今天要做一个多重判断，哎，当然还不止这样了，成年里面呢，可能还有可以区分成很多种，比如说他是青年，他是壮年，他是老年的话，哎，那这时候当然呢，你就会有多重判断的需求。可是要怎么样做多重判断？哦，啊，待会再来看。那理论上哦，其实你不管学习任何的。